首先是問答時間先 ，Regine、Sharona 第一首單飛的作品叫咩名啊？跳舞噶嘛，係啊。八打第一首，八圖八詞，八詞，係啊，八詞。八詞。阿 Van 喺音樂人以外的工作是乜嘢？我唔記得個英文添。建築師啊，突然間唔記得咗。太好了，有人幫我講了，歡迎來到我的這個模擬營火會，今天仍然有他們在這裡，真的聖誕快樂，因為今天是平安夜。平安夜，平安夜會講什麼？是不是 Happy Silent Night 的？是，因為我想大家都會知道這個節目是錄影，所以我想問一下你們，其實平安夜你們通常是會做什麼？是不是就是在出 show 的？平安夜有沒有，即是這些賺錢時間。其實我想我們 Show Up Star 這麼多年，平安夜我們有去報佳音，係啊，唔記得咗叫咩？我哋去報佳音，但係好似過往好多年都有，但係因為可能疫情呢幾年就停咗啲啊，咁所以過往平安夜我嗰個印象都係冇錢賺噶嘛，報佳音呢個活動冇噶冇噶。如果撞咗 show 咧，有人邀請你24號出 show， 你哋會堅持呢個傳統定係去？梗係出 show 啦！好似咁多年嚟係唯一有一次好似撞咗噶，你知唔知喺澳門做 show？ 話就話。gather 翻埋一齊一年嘅啫嘛，咁、嗯、所以之後就應該又係繼續單飛發展嘅啦，呢個大家都知嘅啦，應該。冇話特別講話要再講話要休團啊。哦，咁即係都有可能會 keep 住繼續報佳音嘅，如果有機會嘅話啦，即係保留呢個可能性啦。呢個文化好緊要啊，因為大家都好期待。咁可唔可以 join 我？可以啊，好古怪。咁有咩問題啊？冇，我想人哋一對唔係問題，人哋一對組合。不是啊，報佳音你要知道我再不是要化曬妝啊，然後話俾啲記者聽，我去 join 蕭山去 Christmas Carol， 我去報佳音，我唔係咁嘅意思，我係想有邊一個會咁一齊玩？你係因為你報佳音係有埋其他人一齊噶嘛？歌迷啦，你講緊係咯，我想 join in 佢哋嘅歌迷一齊。好中意唱 choir 啊！真係瘋狂咁唱 choir， 真係喎！聖誕唱 choir 係最爽。係啊，咁你因為你可以㗎，你咪去跟夜跟嗰啲福音團體咯。人哋唔識我啊嘛，大佬，冇啦，我想 join 啊！係啊，你真係邊個啊？我 Sharona， 我冇嚟㗎。大家唱緊，大家唱緊天主教嗰啲歌，你話，但係我想唱一首無利可圖啊！一首，或者逐步拾回自己啊！是咩？個正題係咩為主先？翻嚟先。唔係上個星期我哋就仲講緊嗰個關於獨立啊，乜鬼揾風格啊，揾自己啊嗰啲嘢，迷失嗰啲嘢。咁啊，經過一個星期已經完全揾到自己啦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！我完全唔介意你哋將我隻逐步拾回自己做 background music。唔會啊！我哋講緊寫歌啊，其實。係啊係啊。因為 Sharona 佢覺得自己。想學寫歌，即係 你有能力寫個 melody 出嚟，但你唔知點樣。你所謂嘅編曲其實係幫佢揾翻啲 chord 翻嚟，或者真係做曬成個編曲，即係有曬鼓啊、bass 啊嗰種。好 technical 啊！我要作為一個主持要補充一下，因為咧又咁啱得咁巧。你想自己可以做到咧？我都話要補充一下。要補充做曬，要補充。唔係 ，sorry， 你講咩啊？有啲觀眾主持，你最啱，最啱，最啱啊！老婆。我要補充一下，因為頭先咧就喺呢個 break 緊嘅時候，佢哋就講起，咁我哋就適逢發現咗咧幾位都係唱作人，係咪先？即係懂得創作，懂即或者想試下創作啦。因為 Regine 都係可能係近年做自己嘅音樂先開始寫曲啦。咁啊，咩啊？組合第一首自己歌都係自己寫㗎，好多喎，勁快聲定快？係邊首啊？嗰陣時？哦，Chicky Girl， 所以就請教緊，啱啱請教緊啲前輩們嘅意見，包括寫好多歌嘅，由 Chicky Girl 開始寫嘅 Regine 啦，同埋阿 Fan 嘅意見啦。但原來佢貪心，我先偷聽到，貪心在於除咗寫之外，仲想編埋啊嘛。編曬成首。係啊，唔係因為我自己咧，我唔小心做咗呢樣嘢嘅，咁我一定係諗到個 melody 啦。好啦，因為 chord 嗰樣嘢我唔係好熟悉，咁我揾人配咗 chord 落去啦。好啦，到錄入個 demo 嘅時候。我不想即係歌咁 dry， 我就變咗我編埋後面啲大提琴、小提琴嗰啲咯。你編到嘛？我編到。點解你會編到嘅？咁你用咩方法？
都係 keyboard 教，用 keyboard 去揾個音出嚟。有樂理嘅咩？我冇樂理嘅，我完全有 sense 聽到覺得啱。係啦係啦，我覺得因為我可能就係因為又係 choir， 唔好意思。唔係 final， 佢都係咁噶啦，因為佢俾我啲 demo 係 full 到爆炸啦。full 爆，我佢俾我嘅時候，我知我做咩好。整 demo 嘅原因其實係要同人溝通噶嘛。係係。咁我嗰陣時你以為個腦好多 picture。你用講點解？你講完之後，點解你唔明白我過嘅？嗯，又經歷一個可能會覺得人哋誤會、唔明白自己、唔理解自己的一個過程。咁所以我嗰陣時為咗依個溝通要清楚啲咧，我就 OK， 哇，不如試下自己學習曬啦，盡做啦。我係想人哋理解啊，所以我就不如試下盡做自己心入邊嗰個畫面。但係即係想講，作為一個填詞人喺度收過曬依度嘅人嘅 demo 啦，其實係最即係大家嘅風格真係好唔同。呢位小姐是會交一個在 iPhone 6的啦啦啦清唱清唱或者是勁咯，我突然間好亂，我的思緒好亂嘅，我會突然間咧求其諗咗段嘢就 send 俾佢，就呢首咯。但是各有各好喎，即係你俾曬成個 full 嘅，我咁啊當然完全理解到你想做乜 direction 好清楚。但是佢個佢嗰個感情是我完全 feel 到佢想做啲乜，因為佢唱同埋彈嗰陣時係嗰一刻啊嘛，就係嗰個 moment， 佢唔係要花好多時間砌完之後俾你聽。有冇音樂底㗎？佢俾你就？吉他，吉他一路打到唱。咁但係呢兩位當然係極敷咁樣俾我啦。我最近我覺得未出幾首歌揾 Oscar 填詞，我覺得係好感動嘅呢只歌。我覺得係咁嚟緊呢首，即係咁多首裏邊，我覺得最有感覺係因為係突然之間我突然間對某幾個 chord 一掃就好有感覺，就不停咁喊咯。即係我就係掃，我淨係其實未寫歌嘅，我淨係想講。你應該公布呢個 demo 俾大家聽詞。嗯，係咪？我覺得你要識佢 Regine 講嘅嘢。因為你有時你就係諗 melody 係好單調，但你有時你唔同嘅 chord 嘅 sounding 咧係會 inspire 咗你寫個 melody 同埋首歌出嚟。即係分享一下我最初嘅時候，即係未做到，即係唔係首首歌都有曬 full picture 要編到，因為其實係第二個專項嚟，編曲係一個專項，作曲係一個專項，兩樣嘢嚟。咁我嗰陣時，例如我俾咗一個可能六七成嘅編曲，我監製聽。咁我嗰陣時。我唔係好開頭咧，唔係好敢將我最 raw 齋用電話錄嗰個版本俾佢聽。但係嗰下我唔知突然間突啊，不如試下俾埋佢聽。哦，原來有時幫你編曲嘅人，佢想有樣嘢好重要，情緒啊，佢聽到真實嗰個情緒。咁所以我其中一首歌叫《嗰陣告別的藝術》，講緊係最 raw 嗰個，齋一個琴又唔係撳得好好嗰啲咧。咁我俾咗嗰個反而。我的編曲人同阿監製話：，喂，好彩你俾咗呢個我啫。嗯，至少 feel 到個 mood 係點？因為你本身編嗰個有啲老土啊，你會原來會經歷咗呢咁嘅階段嘅。嗯、但係嗰下我就 OK， 我試下將我最坦白，我覺得最坦白、最 raw 嘅俾佢聽下之後。其實我覺得幾位都應該將自己嘅 demo 擺下上啲 Patreon 啊。啊有啊，我有擺 YouTube 嗰啲擺上網賺下錢都好啊。賺錢都可以。唔係，因為我覺得值得俾大家聽下嗰個製作過程。因為我剛才講起就係佢嚟緊嗰首新歌，佢都可以擺上網，係因為作為一個填詞人係好迷茫嘅，聽唔到旋律嘅，因為佢一路喊緊一路寫，一路喊一路唱，一路喊一路唱，咁啊聽到啲呼呼聲啦，係仲要收人錢啊嘛，咩收人錢？你想大家聽我喊嘅，俾個會費就聽佢哭泣咁樣。當然之後有執到啦，執到一個好啲嘅版本，但係基於嗰個 version 我係完全聽到個情緒係點啊嘛，係咯，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。所以我填詞好快。一時時啊，睇下首歌有冇 feel 嘅真係，有時會。我在佢係應該三個鐘內寫完，因為快佢寫得太令人有感覺個曲。唔係我好記得嗰晚㗎，我知道啊，係啊，佢 send 我咋？嗰次係我記得係晚上十一點到嘅，佢打電話嚟話，喂講一講我在故事俾我聽啦。之後我講咗大約唔夠一分鐘啊，得啦，夠了，我未講完啊，得啦，夠了。即係就近咗先，係啊！之後佢未聽我講完，佢話佢夠了啊嘛。你知道嗎？呢個係一個技巧嚟嘅。其實我已經花咗一個禮拜寫，我就係要營造一個寫得好快。於是，我幾個鐘頭之前我先打俾你扮係問個故仔。機心表，你嘅機心表係機心表。有好多人都有呢啲 request 㗎，即係話想完全首歌係冇乜特別意義嘅，淨係想人哋聽完舒服嘅、開心嘅。咁但係又實際上你有嘢要表達噶嘛，你寫咗字落去，你會好直接同我講話你唔得噶喎，呢歌有啲咩事表達？唔得，我話實做到啊，冇問題，應承狠啊，仲要大家知啦，聽完咁講，你唔好再咁問佢啦。唔係難啫，我覺得，咁最後我都好努力咁試嘅。我以前咧
未獨立的時候，我都很少會跟個填詞人有咁 close 嘅關係嘅。我但係呢樣我係一直很渴求，因為你一定要跟個填詞人有個 connection， 佢先至會寫得很清晰你嗰首歌嗰個表達的情緒，同埋嗰啲用詞會不同。係啊，因為佢熟我哋，佢知道我哋有啲咩，我哋會唱出口嘛。有啲我哋根本唔會唱出口嘅，佢唔會填。不過都唔係淨係我咯，我覺得呢個年代就係需要度身訂造做音樂。八卦一下大家，即係關於呢個公司啊同埋獨立嘅問題。如果俾你哋揀咧，你哋會繼續簽公司啊，定係想自己做？好攰啊！好多 admin 上嘅嘢啊！好攰，好辛苦。我暫時未 feel 到，因為我未真係未獨立過，你未試過玩過。未真係究竟其實唔係你平時，你平時喺公司度有幾多同事幫你做嘢？咁就係啦。你見到曬佢哋嗰啲人，你就係佢哋咯。你好有好深感受，怕咗嗰個情況就係咁啦。你咧？我自己啊。如果我是一個很有想法，即是我想起現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，我的音樂人，他們受到的教育，他們有很多網絡上的東西一早已經學了，比起我以前的學生時代，我之前已經說了Choir年代，所以我就是覺得，因為我不是那些年輕人，我沒有這個資格去要公司，我需要的是資源，我需要的是專業的人在身邊扶著我，告訴我我應該怎麼做。我同一時間都很需要個自由度，純粹是我可以講到我的意見或者我的想法。咁你而家個 case 幾好？係啊，我而家其實基本上就是咁樣嘅。所以，但是我是因為太放我去找啦，所以我未找到。我而家找到，所以我要逐漸開始去找翻自己，或者去學咯，去學點樣做。做自己想要的音樂。我有個嗰陣時，我同阿玲有個音樂劇，佢做女主角嘅。咁你哋都有間，你哋有嚟睇，所以有間唔中，即係可能見到面咁樣。咁你哋合唱歌啦，你哋合唱歌啦，咁樣所以就掹嚟掹去咯。Superstar， 所以就掹來掹去。咁同中作冇關嘅就係行者咯。咁就冇啦，你哋行咗100K 嘅山路啊嘛。我記得嗰陣時練緊嘅時候，安仔。keep 住好似有強調，定係你有強調話，如果行行矮行，一係就做 friend， 一係做敵人咁。好似唔係我，係你。係㗎，有講過啊，有我有講過。好驚，即係我心話嚇，一係就做 friend， 做敵人。你哋行，咁然之後，呢個人你就嚟咗做 supporting team。係啦 ，supporter 突然間有一個。係啊，因為佢老婆其實咧真係練唔夠山嘅，跟住咧我哋咧去。帶咗個吉去喎，帶住個吉上山石，係，但係諗住架吉上山，哦咁樣啦，跟住我會唔會覺得唔老禮啊咁樣啦，跟住行到上去啦，好唔舒服喎，因為真係好曬，因為好曬好熱唔舒服，其實係行到嘅，所以大家好攰，但係真係好曬好熱，同埋想嘔啦，真係好辛苦，跟住逐漸落翻，所以你將你自己唔舒服嘅事怪罪於佢帶咗個吉去。咁嗰陣時，我記得我哋行到虛脱咁樣，咁佢老婆，跟阿 Wendy 就各去用一個原因令我哋可以有翻啲力水，咁佢話講啲嘢俾大家聽啦，真係開心下，我哋結婚啦，突然間就係嗰嘢咯，係就係嗰樣覺得好彩，我哋開心就係，如果冇反應，真係好攰，是但啦，係又唔係好熟，恭喜啊，又唔係好熟啫，其實大家都嗰時候，但係嗰下就哇，好善良啊，呢兩個人。用這個方法去令到我們繼續鼓勵我們這樣，我結婚的就在那一刻剛剛決定的，原來是為了我們，但我覺得整個藝行，雖然因為中途我真的整到一條腰的，在第四段的時候腳並腰啊，不是膝頭哥龍腰，對啊，因為我每走一步都有一種要崩潰的狀態，一步痛一下，一步痛一下，那時我真的很失戀咁樣，我決定要退出。跟住好啦，阿 Van 同埋佢陪我行。咁就我哋未行嘅，仲喺個休息站度。休息食杯麵。跟住佢哋其實準備走啦。佢喺個休息站度見到我仲喺度。一見到我就哇，跟住唔得啦，我要翻翻去啦。我記得我對住你，對唔住啊，你哋唔好嬲我啊，我要繼續行。我話你去啦，因為我覺得我冇理由拉埋。但係好符合人設嘅，其實呢樣嘢，即係嗰個忽忽地嘅感覺，突然之間走，突然之間又翻翻嚟。如果我唔係腰痛，我諗我會翻翻轉頭咯，因為我到而家你都似會堅持落去噶嘛。因為我個客，你知唔知我要放棄係真係好痛苦嘅事。再行過咯，好啦，下一次我都會同大家行翻一份分之一嘅。問翻你最後呢個問題啦，終於可以展望未來，展望下未來啦，最近啦，嚟緊有咩搞作啊？分享一下，自己出歌
需要很多資金，係幫人出歌，有資金回嚟 ，OK， 又自己又開心。Okay. 所以其實 No Way Boys 嚟緊係會，可能大家會發現我哋做多咗幕後嘅嘢嘅。OK， 可唔可以俾少少時間你招募一下㗎？可以㗎，你而家講啦。但因為已經排咗好多編曲啦，係嘛？好全，已經排好多，我唔需要再招募。我頭先仲咁樣作曲，曲詞編監咁樣咯。咁我哋就啱啱出咗隻專輯啦，係咁《人類世》，《人類世》繼續都係喺音樂度。發展咯，唔好話要做其他嘢住夾先。我希望可以開到一個演唱會啦。我希望我有準備緊歌嘅，但係唔係自己寫。希望我下年可以出到真係我自己寫嘅歌。好有志氣。好啦 ，Merry Christmas。Merry Christmas， 飲啖飲啖飲啖先。好，歌唱時間，今日幾位就夾一首歌啦，夾邊首啊？梗係要聖誕冬天啲啦。係啊，我都覺得呢首歌好啱 feel。就我同No Way Boys 阿 Ben 去合作嘅一首新歌《北極熊的遺言》。咁女孩子就順便和下音，其實幾有你可以就有嗰個 choir 嘅感覺啊。好嘢！你做高音嗰度，做咩啊？好 ，3-4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过八度啊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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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天天消瘦下去，一天天失去乐趣，一颗一颗冰块早脱落瓦解我在。身边几位已别去，笑声历即太干脆，丢低只得苦恼情绪。我过去美好洁白乐园万岁，雪泊里找快乐自由生趣，然后为世界变迁眼望未来。来讲再见，得不到一秒挂牵，谁想再见？讲不出一句改变，遥遥无期浮荡向大变迁。問你咯喎，呢個簡單啲，周國賢對樂隊 Saran 嘅串法，
哇死！木刻好像是俾過張學友先生的、嗯、我想象不到木刻是木刻係張學友唱的感覺。嚇死！嚇死！我真係笑死你哋，唔好扮啦 ，sorry。